建霞浦县绵延的海上竹林，渔民郑惠茂和同伴正在静静等待着一场收获。下去了，可是这本该喜悦的收获季却看不到郑惠茂的笑容。那你这个太空了吧，这那通路的呀，那就能挖的，你这个来等今天让你挖了等年没挖。牡蛎一生只有一个家，一旦找到合适的附着地便再也不会移动。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，500年前霞浦人郑宏图发明了牵竹养蛎。本是用来驱下鱼虾的竹竿，竟成了牡蛎们趋之若鹜的理想居所。这项独特的养殖技艺富饶了霞浦滩涂，郑惠茂及族人们也因此世代以养蛎为生。竹江村，一座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海上孤岛，这里的家家户户都爱养牡蛎。如今更是有了挂绳养殖的新方法，再也不用费力砍竹插签。而郑惠茂却不以为然，作为郑宏图的后代，他遵循着古老的待客之道，坚持用竹竿养蛎。前期的台风毁了不少千竹养蛎之地，郑惠茂今天准备物色新的滩涂。无奈之下，郑惠茂只能到更远的海域去寻找新的竹蛎之家。要扩大竹蛎养殖面积，竹子是必备的。眼下郑惠茂急着要上山砍些新竹子来用，别的村民因为早就改养挂蛎，便不用砍竹插签。蟹肥鱼壮的季节，他们都要去滩涂讨小海以增加收入。只剩下郑惠茂和妻儿对着一院子的竹竿发愁。那么今年哎这个没成功，哎今年哎这个吧再来忙做几张肉，但我这人我刚一听来你又发力了，你还没找出呢。哎我今天看着你又看着楼就看着楼，然后来底下没成功。儿子也不能一起去插签了，这对郑惠茂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。第二天，郑惠茂好不容易找来四个帮工到滩涂上进行竹蛎移植作业，而这种作业的最佳时间离现在已经不超过6天了。要做会做好的，我做慢慢磨的，时间过的。听讲我那我的做你做鱼，哎，那可以当做鱼做鱼磨。现在就哪个做木料啊？现在做这便宜屁股，这都木料都开完的，木料哪样多？人家这些这些欧菲菲。这木里啊，你啊，快玩吧！快！突如其来的大雨
引来了大家不少的埋怨，郑惠茂也感到无奈，他必须想办法把家族里的成员动员起来，而两天后的中秋节便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中秋节如约而至，不少族人远道而来，郑惠茂也舍得花钱，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牡蛎宴，使用的都是自家产的竹篾，肉鲜味美。当地人说，今年的这种后裔，你几年的了？像你保护啊，对你啊，红的啊。给他都你们背我在我土你有的多穿我没在你。但就是讲，这道理是我太阳村的，你也去怕的。清楚的这个那个也没有怕的。但去怕的时候，给他运动我红的就给你这个奶啊。但就我在这里女来过怎么样过俺给这个辛苦早已来的二十几。要那个女哦，我可以叫过来呀。过来，过来，弟弟好弟啊！过来，毛毛弟弟好弟啊！哎，他弟弟弟弟好弟，我的毛弟哥过来好的。过来，你伢子家弟弟哥都很难应的啦。这趴在那弟弟哥，一几样，他叫弟弟哥毛娃弟弟哥，找这地下找恁娘。你出来来喂，今天给你闹了俺出来出来找你搞。哎，好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这场由郑惠茂精心安排的祭祖仪式，就是为了让大家重温先人的故事，重燃千竹养力的信心。显然他做到。渔民的生产生活不只依着日出日落，潮汐才是他们更在意的时间节律。今天的退潮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7点半，郑惠茂必须在这4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把2000根竹竿全部插入滩涂中，家属们也被动员起来，煮上绿豆汤给亲人们降温解暑。今天作业的海域距离竹江岛8公里，退潮是大海对人类的奖赏，但这一刻需要耐心等待。你毛呢乃换了冰机给你一点点的叫鸡，一没有时间拿着鸡给他一直留我做了三年四毛就还没钱呢，现在这个你毛把不还没你会的鬼不来的你呢，你那那毛就连毛给钱给你了。你真是一个地地工作做的，但你的店没有那些生意，是哪是哪个呢？年路啊，还包的这地，还这地啊，慢慢就完了，就一个钱就赚多了。你来，随你来，你来呀。
给你点，给你点。就那人就那绿的，就别招呢，可注意点啊。来来，好，记得中没？来了，中毒了。哎呀，这不记得啊！啊，你刚才在中没？大家干了吧，今天啊，就到那看看哈，看毛病啊。看看，那就好中了嘿，啊，哎。整整四个半小时，2000根竹竿顺利插完，似乎刚刚潮水的离开，是去替渔民们望风，现在又带着浪花，把一切平安的消息捎回。潮起潮落，日出日落，郑惠茂面对海潮下的这片田地，所思量的不仅仅是丰厚的回报，还有郑氏家族这门古老技艺的延续。在滩涂上追潮逐浪，在潮水间穿梭奔忙，这是竹江村千年世代的景象，也是郑惠茂心里对生活最踏实的守望。竹立在，希望就在。要从泥里挖出希望的不只是郑惠茂，在2000多公里外河北玉县的王龙磊，顶着全家人的反对，正在烧制他梦想里的那把青砂壶。加油！尽管同为青砂器匠人的父亲反对儿子在与这堆杆子土打交道，但33岁的王龙磊却执意要把这祖传的青砂器手艺继承下来。这已经是王龙磊的第6次尝试，若是再不成功，他向父亲保证立刻放弃做青砂器，去城里上班。答案将在天亮后揭晓。绝了，绝了，绝了，绝了！父亲早在一旁偷偷观望，发现儿子的青砂器又出了问题，他说不上来该高兴，还是替儿子难过。哪里出了问题，王龙磊自己也想不明白，因为父亲不想让自己年轻的儿子坐在窑炉旁度过一生，所以从不穿衣。全靠自己摸索的王龙磊跌跌撞撞，不知道烧坏了多少个坯子。对父亲的承诺只能履行，心中总有10000个不甘，他还是骑车出了门。进了城，王龙磊没有去找工作，而是去拜访了一位早已有约的人。王老师，县二中的美术老师王卫军，大概是现在唯一还支持王龙磊的人。因为看着王龙磊长大，他知道小磊的脾气。到后会有一个小门是冰壶，我就画啊，我想着转，就转不上。把它落在它上面来。对对，尽管不熟悉烧制技艺，对于壶的造型与壶身图案，王老师还是给了很好的建议。定了，定了，就这个，啊，就这个，好看，挺好。这是爸爸的，我原话烧了，烧出来去啊。父亲似乎对于儿子的执着已经无计可施，既然赶不走，那就留下来帮家里做点正经事。我把卡给我那是黄德托吧，俺们合作吧，跟俺们。动耳病火，这个不好做，难度挺大。
先搁这天，咱们先坐定大了。咱们快，咱也着急啊！行行行，要不一来运回，咱们不要坐车过。行好，先吃饭去。啊，先吃饭吧。在王龙磊看来，情况多少算是有了些转机。我不怕苦，我不怕累，我可以放下凳子去拼搏，只要我敢想，我就敢做，而且我做起来特别专业，直到做好我才满意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独特的杆子土滋养出了结实耐用的青沙器。自古中国人就喜欢用沙器烹饪，而王龙磊一直不满足于传统的砂锅器械，他希望青沙器能够摆脱砂锅的代名词，成为像紫砂、瓷器一样的工艺，走入艺术的殿堂。这砂搁哪捞的？放水沟了。好，我看这砂。哦，这砂还行，嗯，能用。啊。到哪儿捏吧，你们啊。好。爸。啊。走。咱们头砂盘了。你们走走干活了。我一头就干了就。啊，那赶紧干活。啊。我到外头回来刷。啊。就回来刷。啊。父亲的肯定让王龙磊找到了机会。来哥，咱们照着拍吧。你的活干完了，干完了。好嘞，上来啊。谢谢指导。棋盘上的飞车走马只是表面的厮杀，棋盘两端的父子对话才是真正的博弈。那个，要冻的冰火，把你包给抹了啊。嗯。行，先刷切吧。把你包给抹。先刷切吧。嗯，好。行。父亲模棱两可的答复，让王龙磊不知所措，棋路也跟着乱了阵脚。可父亲心里其实大概已经有了答案。不管父亲肯不肯出手相助，王龙磊还是干了起来。这第七次的尝试，大概是父亲也是他自己的心理底线，若是再不成功，王龙磊恐怕再也找不到待在家里的理由。哎，这个，嗯，这是咱们早上是划了个冻了的冰壶，试试看咱们这个锅咋样，这是做出来的。哎呀，这个我不行，我做不了这个，太难做了。你试试这煮的底子咋了？说这汤底行，我看是。这做不了这个，你叫他们看看做的什么。告诉我。咱们先把这个锅蒸汽做出来，我试试看。好，蒸汽做。这个，我五十岁娘的底子还做不定了，我都要不定。看似简单的壶身造型，却为何遭到工厂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一致拒绝？玉县青砂器几百年的砂锅制作经验，造就了一整套成熟的制作泥坯的方法。而王龙磊的奥运冰壶造型又过于奇特，自然令老师傅们感到棘手。瘸子怎么回事？龙磊，哎哎，老师来了。啊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赶紧坐下，老师，老师，赶紧看咋走，老师，看，不过一旦难住了，老师。昨天挺臭的吧，老师？啊，就是把老师叫了，这挺臭的吧？老师看看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再烧了，再小办法。咋了？出去散散心，
找到人家，那小姐儿不打说话了？是不要。哦。再跟你说话了。哦，三三行，找到人家。行，就行啊！你说的。啊，那那家伙就说话了，看看，别向他说话。看了那个大叔吧，感觉挺震撼，感触也特别深。净化器有500年的历史，就在想怎么让净化器让更多人知道，用一种形式表达出来，让人们观看，就像大叔吧那样。把卡咱们接吧，不是？把这绑和锥，把它给转了啊！他这样把它先转出来吧。嗯。干面点把它接，接不？把它发些细雨吧。哦。是，这可真是倒拐的。啊。父亲也被王龙磊的执着所打动，这位玉县远近闻名的轻纱器高手，终于肯在儿子面前亮出绝技。父子同心，冰壶成型。这个差不多了。这干啥呢？哎，啊？啊，这不是说啥？哪能走？我的天还走？明天的话，生活受不了了。受了，明天打针受。我先喝点水酒吧，半壶的水吧。你没法走，姐夫。叔叔，我一旦走了，我半壶吧。那你走吧，啊，慢点啊，嗯，干嘛？眼下距离成品只差最后一步，却也是最充满变数的一步。明天，冬奥冰壶就要入窑烧制了。或许是害怕再次失败，也或许是觉得冰壶还需要修整，他在工房里来回踱步。清晨4:30，炉火被点燃。整个窑炉还要预热2个小时，最后的炉温要达到1400度。6个小时的烧制，对王龙磊来说，就像过了6年。他一次又一次查看，心里忐忑不安。最重要就是火候了，火候决定它的好坏，还有颜色、深浅、质量、美观。所以因为让我爸各方面把我关。出窑的轻纱器还在燃烧，不能触摸，必须放进灰盔里，把火扑灭，再冷却半天才能拿出来。把火给开了吧。青沙壶历经6次失败，终于在第7次烧成。
心愿得偿的王龙磊喜上眉梢，父亲也终于接纳了渴望传承青纱技艺的儿子。普通的黄土在匠人的巧作下浴火成沙，平凡的海蛎在渔民的培育下圆竹成材，传统从未过时，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它的用法。古老的五行相生法则，让土生金，让水生木，这实际上是聪慧勇毅的中国人在其间催化。这种独特的智慧铸成稳固的根基，使得华夏子孙的血脉千古。